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些角把它加起来，角一加角二加角三角四角五角六角七，把它加起来几度了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角一、角三、角六构成一个三角形的三列角，这三个角加起来就180了。角一加角三加角六，这是等于180度了。然后呢，角二、角四、角五、角七，这个是一个四边形，这个呢是360，角二加角四加角五加角七，这个是360度了，所以把它加起来就全部的角了，全部角就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全部的角度加起来多少呢？就是等于540度了，所以答案是540度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B。